好，来，我们做题目。他说，在这个铬酸根变成二铬酸根的反应，他把方程式给你，可是他没有给颜色。我讲过了，有的题目会给颜色，有的题目不会给。你要把颜色给我背好。请问你加入盐酸之后，反应朝哪边进行？颜色从什么颜色变成什么颜色？勒沙特勒原理，取有余，补不足。加盐酸就是提高氢的浓度，所以左边的会变多，多了送人家，就反应朝哪边进行？向右边进行，就是所谓正反应速率会增加。有的考试是问朝左朝右，有的考试是问正反应增加还是逆反应增加？正反应会增加，好，向右边进行。那么你有要背的叫做铬酸根是黄色，二铬酸根是橘红色，向右边变成二铬酸根，所以应该变成什么颜色？橘红色，所以答案我们要写的是猪 ，OK 吗 ？OK。请问你这叫做溴水，溴加水变成氢溴酸跟四溴酸，这题也没有给颜色，你自己要知道颜色什么颜色。然后请问你反应会向左还向右，颜色什么颜色变成什么颜色？就是溴离子的颜色，这其实还有溴分子的颜色。溴分子的颜色其实我们以前背过了，以前在叫周期表叫什么时候已经背过了。停车暂借问，这是啥颜色啊？反应朝哪边进行？什么颜色？帅哥24号，钟汉大哥，你选 B 是吧？你选猪？选 B 还是猪？24 B 二，请坐。你选 B， 请坐。加酸，氢离子变多。这是右边变多，反应向哪边？多了送人家，反应会朝哪里？朝左。所谓的逆反应会增加。那我们有背过，溴分子是暗红色的，红棕色的，溴离子无色的，所以向左变成溴分子会变成暗红色的，所以答案要写的是猪 ，OK 吗 ？OK。停车站借问。请问你谁是一样颜色？这题有好好做跟猜的方法做，这题其实用猜就猜就知道答案了。但是你可以好好做，谁颜色会一样？谁的颜色会一样？现在要找可爱小女生，有可爱小女生吗？没有可爱小女生，一类人。7-11，你选谁啊？你选 A B 的 B 哦，请坐。你选 B， 好好做，好好的做，方程式给我了，好好嘞。勒沙特勒原理加酸，加酸呢就是氢离子变多，反应要朝右。朝右就变成二铬酸根的颜色橘红色。加减就是氢氧氢离子会变少，酸碱中和氢离子变少，少了跟人家要，反应就会朝左，就会相变成铬酸根的颜色就是黄色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加酸变橘红，加减变成黄色就是甲乙丁，所以我们答案就选 B。这是认真做。不认真做了，方程式就同一个嘛，方程式就这里，方程式同一个，对不对？方程式同一个嘛，所以你就发现加酸跟加减，你大家都加酸，大家都反应，你这样写就是反应都会朝右；大家都加减，反应都会在怎样？朝左，对不对？朝左，所以加酸的结果是一样的，加减的结果是一样的，氢氧化钠。碱、碳酸钠、碱、硫酸、酸、浓氨水、碱，所以谁一样？大家都加碱，大家就都一样，所以谁一样？加乙丁，你就知道它会一样，你就不用去管它怎么样怎么样，就知道就可以了。所以可以随便想一想就知道答案应该是这样 ，OK 吗？
有人有问题无？无？请写课堂练习。